三位修士领受执事圣旨的感恩礼。执事是教会中为爱德服务的职务，需要学习主耶稣以爱心来服务教会和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在今天宣告的圣言和主教的讲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个服务性的职务的意义。让我们怀着感恩之情，同心合意地在感恩礼中为这三位准执事祈祷，愿他们能越来越效法主耶稣，以爱与服务的精神活出执事的职务和使命。今天我们也特别欢迎并感谢三位修士的亲朋好友拨空前来参与礼仪，特别是马修士印度籍的朋友和辅大的朋友们。徐修士的家人、亲友以及徐修士的本堂高雄教区法蒂玛堂的兄弟姊妹、祈祷小组的朋友们，林修士来自家乡福州的亲戚朋友和来自澳门利玛窦社会服务中心的朋友，以及所有在三位修士圣召路上陪伴、支持和关怀他们的神长、神学院的师长、同学们、信友团体和朋友们，欢迎各位与我们一起在感恩礼中赞美感谢天主。今天的祝圣典礼恭请台北总教区洪山川总主教主理、耶稣会中华会省会长李华神父和辅仁圣伯敏神学院会院院长杜乐仁神父相礼。今天弥撒会为圣召推广工作募款，礼仪本中夹有专用奉献袋及邮政划拨单，一楼服务台也备有信用卡奉献单，请来宾用您方便的方式慷慨支持耶稣会使命工作。开始礼仪能庄严肃穆地进行，请将您的手机关机或调为静音震动，如有紧急要务请您到堂外接听。为使礼仪顺利进行并保护来自海外的礼仪服务员，我们有专人摄影和录影，请各位绝对不要私自录影或拍照，谢谢您的合作。为礼仪顺利进行并保护来自海外的礼仪服务员，我们有专人摄影和录影，请各位绝对不要私自录影或拍照，谢谢各位合作。现在感恩礼即将开始，让我们准备自己的心灵清诚地参与礼仪。耶稣会士领受执事圣旨感恩礼，请起立。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姊妹，我们今天下午首先感谢三位修士，要身为执事的耶稣会士，无论他的父母亲或亲人在不在场，我们感谢他们把他们的孩子的奉献给教会，为教会服务。原来传教士精神是很伟大，因为他们离乡背井，而且会是要接受会长的指派，无论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往哪里去。我们当中虽然不能走这样一条道路，可是今天下午我们都在场，来为他们生辰事做见证。第二，我们接下来来继续为他们祈祷，用祈祷来支持他们，让他们走上祭坛。我们今天下午再一次感谢天主召教了他们。身为台北总教区的主教，我今天也特别的高兴，最起码我们又多了三位助手，我们多了三个能为我们做见证、为我们做典范的这样的会士在我们当中，那我们一起为他们祈祷。弥撒之前，求天主原谅信仰行为上所有的过失。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原谅我信仰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众生同证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
因你的身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有望。阿攻读宗徒大事录。那时候门徒渐渐增多，希腊化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发出了怨言，因为他们在日常的供应品上忽略了他们的广度。于是十二宗徒召集众门徒说，让我们放弃天主圣言而操管饮食，实在不相宜。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拣定七位有好声望且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派他们管理这些事物。至于我们要专务祈祷，并为真道服役。这番话得到全体的悦服，就选了斯德旺，他是充满信德和圣神的人，和腓力伯、乌洛和洛、尼加诺马、提梦、帕尔莫纳及尼克劳。他是皈依犹太教的安提约基亚人，叫他们立在宗徒面前。宗徒们祈祷以后，就给他们付了手。天主的道渐渐发扬，门徒的数目在耶路撒冷大为增加。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与你们同在，你的心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我们都与你。那时候，耶稣叫门徒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元首统治他们，有官长管辖他们，在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你们谁要居第一，就当先做大家的公仆；谁要当领袖，就要先做大家的奴仆。如同人子来，不是为受人服侍，而是为服侍人，甚至牺牲性命做大众的赎价。上主的圣言。只是圣旨者，请下来。马丁老修士，我在这里。许密德修士，我在这里。李文山修士，我在这里。最可敬的主教，慈母圣教会要求你给我们马天道修士、徐明德修士、林文生修士授予执事圣制。你知道他们有师德吗？经询问基督子民及各有关人士的意见，我可以证实他们确实有资格。仰赖天主和我们救主基督的助佑，我们拣选马天道修士、徐明德修士、李文生修士，你做执事圣制。感谢天主。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我听到修士许明德修士、李文生修士是你们的亲戚朋友，他们即将领受执事的圣制，请大家仔细的审视一下，他们将要领受的是怎么样的职务？他们靠着圣神的恩宠得到力量，将要在宣道、圣器和爱德的事务上协助主教。即所谓主教的师徒团服务人群，成为众人的公仆。他们将服务祭坛、宣读福音、预备奉献的礼品，为信友分送
主的圣体圣血。此外，他们还要按照主教的指示，向不认识天主的人宣扬圣道，帮助信友加深信仰，主持祈祷，施行圣喜圣事，见证并祝福婚姻，为临终者送临终圣体，主持殡葬仪式。那么记得由借着由中土传下的部首礼被祝圣，并与祭台结下不解之缘，将要以主教或堂区主任司铎的名义努力从事爱德的工作。他们仰赖天主的助佑，务必在一切的事上谨慎行事，好像我这边看出他们真是基督的门徒。因为基督降生成人就是为服务，而不是接受服务。即将领受执圣圣旨的马天道修士、许明德修士、李文生修士，我现在愿意对你们说几句话。基督既然给你们立下了榜样，愿你们也照他所做的去做。耶稣基督在门徒中间曾以仆役的身份出现，执事既然是基督的仆役，你们就要全心诚行天主的旨意，在爱德中愉快地为他人服务，如同服侍天主一样。的确，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因此你们要仔细地分辨，把一切不洁的事情、贪婪的行为视为偶像的崇拜而加以拒绝。你们既然自愿接受执事的圣事，就应该如同当日中途所拣选的爱德服务员一样，具有良好的声望，充满圣神和智慧。你们要以独身身份履行职务，因为独身生活是布林爱德的标记和激励，同时也是化身世界使他充满生机的特殊的泉源。你们受到对主基督的诚挚之爱的推动，愿意以独身方式来生活，就要把自己奉献给基督，全心与基督结合，更自由地为天主和人群服务。可能无牵无挂地推展基督救赎和重生人灵的工程，因此你们要在信德上生根植基，未能在天主和人前无暇可指，堪当成为基督的仆人和分施天主恩宠的人。你们不仅是福音的聆听者，并且是福音的传播者，切不可对福音灰心失望。你们要以纯洁的良心保存信德的奥基，并以行动来彰显你们所宣讲天主圣言，使基督的子民靠着圣神生命的活力蒙受天主喜悦的纯洁祭品。同时希望你们在末日与天主相会时，能够听到他对你们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请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乐吧。许诺。亲爱的马天奥修士、许明德修士、林文生修士，你们领受圣执事圣旨之前，应在大家的面前表明你们接受这项职务的意愿。你们愿意借着我的护所礼和圣神恩宠被祝圣为教会的圣职人员吗？我愿意。你们愿意帮助主教和他的司铎团，并为了基督信众的利益谦虚热忱履行执事的职务吗？我愿意。你们愿意如同圣保禄中途所说的，以纯洁的良心保存信德奥基，并按照福音的教导和教会的传统以言以行去宣扬这个信德吗？我愿意。
你们既然准备献身度独身的生活，那么你们愿意一心一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基督，为了天国终身信守独身的志愿，去侍奉天主，服务人群吗？我愿意。你们愿意信守并加强适合你们生活方式的祈祷精神，并按照你们的岗位以同样的精神联合整个天主的子民，并为他们及全世界的得救忠实地履行每日诵祷的本分吗？我愿意。你们将要在祭坛上服务基督的圣体圣血，你们愿意使自己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的更消逝基督吗？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马天奥修士，你应许尊敬和服从你当地的教区的主教和你合法的长上吗？我应许。天主在你身上开始美好的工作，愿天主完成它。许明德修士，你应许尊敬和服从你当地的教区主教，请你合法的掌上吗？我应许。天主在你身上开始美好的工作，愿天主完成它。林文生修士，你应许尊敬和服从你当地的教区主教和你合法的长上吗？我应许。天主在你身上开始了美好的工作，愿天主完成它。诸圣祷文，请起立。亲爱的兄弟姊妹们，请大家祈求全能的天主圣父，他既然选拔了马天奥修士、许明德修士、林文生修士这三位弟兄接受执事圣赐，愿他仁慈的赐给他们丰厚的恩宠和福佑。请肃立。Amen.
身体，且使这身体的各个肢体享有天上不同的神恩，各司其职，又因圣神而奇妙结合成为一体，成为新的圣殿，不断的成长扩大。你建立了三个圣职职分，使圣职人员为你的圣名而服务，犹如当初你曾拣选了勒位的子孙在你的圣殿中供职。在教会的初期，你圣职的中途员由于圣神的推动，也选择了七位声望良好的人，协助他们管理日常事务，好使他们能尽心专务祈祷与宣道。中途员并以祈祷和不说理为派来那些被选的人管理饮食的事。上主，现在求你慈祥垂顾我们奉献于你的马天道修士、许明哲修士、林文生修士这三位弟兄，领受执事职务在你的圣堂服务。上主，求你遣发圣神降临他们，使他们因圣神弃恩而强化忠实执行服务的工作，愿他们具备无意中各种美德，仁爱无私，关照平定，威信有节，贞洁淳朴，信守内心纪律。愿他们在生活中彰显你诫命的光辉，使你的子民也能效法他们待人接物的上表。愿他们在基督内坚定不移，以纯洁的良心做美好的见证，今生追随你的圣旨，全心为人服务而不求受人服务，来日在天上与基督共享王权，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授予执事服。
受福音书。执事，请接受基督的福音。你已经是基督的使者，请注意，你要信仰你所宣读的，要教导你所信仰的，要实行你所教导的。请您的修士，执事，请接受基督的福音。你今是基督的使者，请注意，你要信仰你所宣读的，要教导你所信仰的，要实行你所教导的。林文山执事，请接受基督的福音。你今是基督的使者，请注意，你要信仰你所宣读的，要教导你所信仰的，要实行你所教导的。平安里，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
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往全能的天主，我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为我们树立了服从的榜样，求你收纳我们卑微的礼品，使我们也能自我奉献作为牺牲，以获得谦逊和服务的精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你借着深深的忽悠，立下了你的位置，为新的永久之盟约的大使祭，并愿意在你的教会中设立不同的职务，因为基督把他王者的十字架赐给了他救赎的全体子民。由于兄弟般的真情，宣化了某些人透过不受你而不得大的职务，他们已经献身为你的子民服务，借着圣道普及人民思量，借着圣事带给人民力量。他们也努力效法基督，为侍奉你，并为成就弟兄而献出生命。借着新的和爱的，勇敢为你作证。因此，我们学懂所有天使和天上诸神赞美你。不停的欢呼。他甘愿所生所能时，拿起杯饼，感谢的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地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的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过。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教宗方济各，我你卑微的仆人及全体圣子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特别垂念今天领受圣职的新执事，使他们靠你的助佑，善用所接受的恩惠，结出丰硕的果实。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夫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愿那天主圣父一切尊敬的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你的爱深深都会与你直到永远。
看，这是彰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羔羊，他是出面世界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父亲到心里来，向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请心灵准备好的教友，依服务人员的引导前来恭领圣体。没有接受过天主教洗礼或没有开圣礼的来宾，请您坐下。Thank you.
所以我就在这里。我们
耶稣为三兄弟信蒙天主的拣选，让我们可以在此领受执事圣职，能够服务天主的子民。我们对于天主的招选，我们深深的感谢天主莫大的恩惠与怜悯跟慈爱。首先，我们也要感谢天主，透过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庭，将信仰的种子播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在虽然我们三位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同样都在家里面，借由我们的父母的亲情，体验到天父的慈爱。在我们决定加入修会的圣章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他们慷慨的奉献与支持，是我们给我们勇气能够答复修会的圣章。今天在现场，我的父母还有家人们，还有天茂跟文生的家人跟亲友们，都不管在这里或在远方，为我们祝福跟祈祷，我们深深的感谢他们，对于他们的对我们的深情大爱，比山高比海深，铭刻在我们心中，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所以我们愿天主百倍的赏报他们。其次，我们也感谢耶稣会的长上，天主通过他们接纳了我们的圣召，让我们可以加入耶稣会。在十多年的培育过程当中，感谢我们的培育我们的神长们，在我们初学还有我们的哲学释教实习神学的阶段，不断地引导我们、培养我们、引导我们走向恩宠的深处，让我们越来越体会到我们是被天主所召召的罪人，是被天主所爱的罪人，这个耶稣会会士身份的含义。再来，我们回顾整个神学三年的生活，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神学院的师长跟同学们，因着你们的指导跟你们的陪伴，让我们使得深奥的神学化为基督奥体活生生的体验，也让我们在神学课本里面所难以体会到的，在主圣神内的共融活生生的生命力。谢谢你们，因着你们，让我们在面对服务教会的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更有了勇气跟自信，能够答复说是。此外，我们也要感谢古亭耶稣圣心堂，还有圣家堂，以及 Matrix 青年中心、新竹社会服务中心，还有新市社会服务中心，以及所有陪伴我们成长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牧灵跟社会实习当中，给我们很多的支持、鼓励跟指导。在你们身上，我们也学习到怎么样去爱人跟怎么样去服务。另外，我们也特别感谢今天服务整个礼仪的神学院的同学们，有我们的还有耶稣会的弟兄们，有我们的耶稣会的修士们，还有圣咏团插花，还有摄影的人员同学，以及招待，还有场地布置以及餐点组的同学们，都在我们可敬的钱老师的指导下，谢谢钱老师给我们指导整个礼仪的进行能够顺利。而且我们也要感谢整个筹备的主任洪万六神父，以及所有在台前幕后支持帮助我们的，以祈祷以各种方式来支持我们的恩人朋友们，因着你们，我们能够逐渐地走上祭台，服务天主，还有服务教会。
那今天我们也要最感谢的是今天的主理黄总主教，我们谢谢主教的莅临。会修女的发愿，今天下午还特地来主持我们，执事设置的感恩礼，我们感谢他，我们也感谢所有参与的共济的神长们，谢谢你们与我们一起。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加入了执事团队，谢谢执事弟兄们，谢谢你们。感谢所有每一位在场的我们的亲戚朋友，尤其从远方来的高雄，从高雄白地马圣母堂南区来的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谢谢把大家来到台北，也谢谢从各地来参与我们感恩礼的所有的好朋友们，真的谢谢你们来为我们祝福跟祈祷，也见证我们被蒙召的喜悦。我们三位兄弟也将我们自己托付给耶稣会之母洪真龙福玛利亚，求她继续在我们圣召路上引导我们、陪伴我们、指导我们，让把我们放在她的圣子身边，让我们真正成为耶稣会的耶稣的伙伴，能够在爱跟服务当中遇见主。我们三位也要特别鼓励在场的年轻人们，邀请你们好好的仔细聆听天主在你们心中的召叫，不论天主召叫你们过婚姻生活，或者是独身奉献生活，或者是走上祭坛服务天主，成为天主的司徒，我们都邀请你们好好的分辨，能够接受天主在你们心中的邀请，让你的生活能够走向圆满。那么在感恩礼的结束之后，我们在一楼有敬备小小的茶点，也欢迎大家到楼下跟我们一起庆祝共荣，谢谢。首先，辅仁大学原住民中心的同学要献唱。
原住民中心的同学的现场。接下来耶稣会的读书修士也要表达对三位弟兄的祝福，并为他们以歌声感谢上主。新的三位执事，我们唱一首英文歌。这首英文歌的大致的翻译，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每天一点点，以不同的方式，一步一步，耶稣在改变我。自从我悔改面向主，我在他的恩宠当中成长。耶稣在改变我。他是我的救主，我不再是以前的我。有时我成长得比较慢，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成为天主想要的那个样子。好，谢谢。Savior, I love the same person.
祝贺。今天弥撒呢，弥撒会为圣标推广工作募款，礼仪本中夹有专用的奉献袋及邮政划拨单，一楼服务台也备有信用卡奉献单，请来宾依您方便的方式慷慨支持耶稣会使命工作。隆重降福，请起立。神子神圣加布里面，阿、啊、